今天很忙啊，今天要去新竹租一台车，那车是4年前、5年前卖的，从我们这边出去的，从我们这边卖的啊。然后第二台车是在台中，所以我们台新竹估完买完之后，然后下去在台中估完买完，那个处理好了，10年 Fiesta 首排的，那我们就去下一站，继续再回高铁站，下一站台中，走，走，又是首排的哈，第二台首排车，走，好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。哎呀，你有带行车记录看一下吗？有。把车记录看一下喽。好。那我这个坏掉了，坏掉，所以我帮你存着。我记得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是看得到大两条线，有撞。对，这边啊，你看这边都撞撞到很高。哦。哎，你看啊，这边挡火墙的裂开。嗯，挡火墙的，哇，它这边也有，这也是裂开了。啊，你那个开关门啊，开门窗户会下来，关门窗户上去，都正常，两边都好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、天窗会开吗？天窗我先拨掉，因为它有一边作动不是很正常，所以我就先拨掉。哦，所以现在按天窗是没有用的。对对对，我先拨掉了。那么家里还要不要带把 PBJ？ 那我这个是跟日售买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都假的，不要想假的。因为处理这种前后比较大事故的车子，他们不会用车行自己买，因为怕你找麻烦。对了，所以他们都会请里面的员工啊，或业务啊，比如说立立嘛，你帮你。你好，给跑嘞 ，FB 跑嘞都安不自受啊，处理几挂疑难杂症。那如果这样卖这疑难杂症，公司比较不会出事啊。坦白说，他们也没有不会卖贵，他们只是说这个车要把它处理掉。对，他这个当初哦，很多，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大概想象得到，嗯，听他跟我叙述他去哪里买的，然后买多少钱。我就知道了，他是找那种 FB 那种自售的，去年买12万，我还来之前我大概就知道可能车况会很差了。哎，这个车去年买12万很便宜耶，然后再来一个，他这个车头改成小改款的，你看到？有啊，虽然改得很糟，看起来很差，有没有？嗯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看到照片的时候，99年的，是1999的，车头是新车头。我跟你讲，10台有9台是因为车头撞烂了，然后把它改成新车头。嗯。因为要修复嘛，顺便把它改成新车头。然后再来，如果它一些叶子板啊、大包，像它这个都拿一些副厂的料件。嗯。所以你看哦，它这个整个这个密合度、完整度都很差。它这个弧度啊，你待会照这个侧面的弧度都很奇怪啊。你看到、哦、这条折线、嗯，你从这边照这条折线，其实不是直的，歪七扭八的，有没有？这条线延伸到车侧去嘛？很奇怪。这条线都整个都是不扭曲的。它这个就是有可能是在做工差啦，或是补土补得很厚啦，或是说它用不符合规格的副厂的叶子板啊等等的原因。你看这整个密合度都很差，引擎盖跟叶子板这个缝隙，你光这一条它的宽度就不平整了嘛。然后在这一条，你看这里到这边几乎是密合的，嗯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到这边就不见。所以这个跟刚刚估那台别是它很像，其实车子有一点点坏掉。那打电话跟家里的讨论一下，看起来有可能要留局。没有啦，因为我有出个价格，坦白说如果高于这个价格，我觉得以这个车况我们买回去没有什么用，所以我们有可能等一下要走到这边去。对，出来估车就是这风险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不要动，让他考虑一下。保佑安全到家，一定可以的，对啊，看到没有？挂波剪，挂波剪，重的一次阿皮娜的，慢慢听的，那个都已经不行了，现在我是刚弄好而已，好好听的。你还花钱跑去弄哦、喔？就是把它整理好了，哎呀、啊，好了，我再回去研究一下，对啊，不然等你下一台车，我再把你移过去，好不好？走啦，散啦，好 ，OK， 拜拜，就这样走了，就这样走了，钱拿到了，很开心。然后现在这个危机转移到我身上，对。
让我觉得有一点紧张，因为车真的蛮糟的。我买50000的、啊、这个车回去没有把握。不是啊，重点是它是一台有撞过的车子啊、嗯、那买家能不能接受，那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啊。你如果说我整理完很漂亮，那我能够预测说人家就会愿意来买，那我 OK 啊，我就花、啊、那如果大家只是想要看影片，哇整理哇本来烂烂的，然后整理好变很漂亮，耶好棒哦，然后就我就来这怎么办。所以其实很尴尬啦。不过我跟你讲，这比我刚刚声音就是这么好，很顺畅很饱满的声音。哇，你看那个声音就高潮了。你闻到外面的臭味？有，我闻到。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它前面那个室外循环有一个阀门，有没有、嗯、应该要关起来、嗯、啊，那个它现在这种按钮是电动的嘛、嗯、所以你按着它伺服马达会胖嘛、嗯、胖以后就把你关起来啊，现在这个应该是胖一点啊，一个就是不做动的哦，那个马达不开关的，那第二个就是它盖起来的那一片啊，周围有一圈那个隔热面隔音面Pookie、嗯、所以盖起来以后尾巴会漏风，会漏风，对，那臭味就进来。这个是这几天在问你的吗？他其实过年前12月的时候他就问过我，本来讲好要来，后来他又舍不得又留下来，然后想一想可能我跟你讲啊，开这个车出去也不会帅，这车糟糟的，开出去也帅不起来。我觉得你车在外里面再怎么烂，怎么样，你至少、哦、外面如果弄得漂漂亮亮，还可以开。你说其他里里啦啦，我觉得也就算了。我的人是注重外表、外貌协会，看女孩子第一眼先看，你看哪里？脚吗？我比较高端的，我都先看眼睛，然后她眼睛没有在看我，我在看她的哪里。他妈一眼就看人家脚，妈色狼！妈，你要先看他眼睛有没有在看你，没有在看你，你才可以看其他地方。这是尊重的一种，好不好？皮啊，其实都看男生，对不对？感觉我会看男生哦，我会看有练健身的男生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人健身练得好不好，看他的背。基本上背练得好的，人家健身界有一句话。新手练胸，老手练背，所以你看他练背都老手。现在是不是直走？你看这方向盘可以讲，但是我轮子还是直走、哦，有没有？可是方向盘却可以从这边到这边，大概5度左右的一个偏差，一个间隙，有没有？车子都没动，他妈我都扭成这样了，车子都没动。然后他这无框玻璃的那个胶条都呼吸了，有没有？所以现在很多风就开始灌进来。就跟女孩子穿裙子没穿内裤骑摩托车一样的，都口吸呀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越快，口哨缺越大声。有两种，一种是口吸呀嘛，对不对？一种是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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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说是裙子啊，裙子被风，对，跟那个水洗丝一样啊。我把你以为是什么啪啪啪啪的声音？知道。怕婆婆的声音。Two hours later， 哎，到台北了。有没有我们的温度还是非常的正常，一路上也很顺畅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回去跟这个柯P讨论一下，这个车要怎么，要不要整理？其实哦，当然这个车老了哦，20年了。说实在的，有一些滴答声音还是有一些小问题，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的。那只是说，因为它前面撞到的部分哦，不知道这样整理起来。还会不会有人愿意接手？我总不可能每台要整理起来自己留着，所以还是希望整理完可以有缘人接手。等一下回去再给柯P出一下难题，看他有办法把这个车整理到什么程度。好，找柯P啊。干，这冷天比你们喷的较歹。我来啊！你来啊！我等啊！啊，你要去哪哦？啊、我看你今天比我睡得更快，对啊，先生，你看我考得比你漂亮吧？哦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看到这呢，哇 ，OK 吗？你这种工资呢嘛？这错菜，这足贵的。谢谢。哎，你哪在？因为我有一只，我顶下一只 CI， 嘛是安尼，几啊万。啊，这要不要处理？你敢电动我看卖？对。因为这空气窗的啊，错菜。隔壁说这个一条好几万，对啊。他在北京打太阳，这个你行太阳，啊那边会行，哦那边会行，哇，这边还袂行，这边快去啊，哇，有惊哦，有啊，做慢呢啊，阿你啊无救起来，啊这边没有啊，对啊，是这款都有倒车，你落吧，你这样太妙了，
是吗？有啊，你看欧胖啊，欧胖很记录啊，有啊，你看这就是一个记号哇，反正务必留下痕迹，这个痕迹。对，啊你一样管理啊。哇，这皮拢比我迄个话壳皮什么皮？哈，歹势讲。你讲伊皮当穿起来？哇，你看，所以对了，该派拢派啊。该派拢派去啊。还够一下。我这上面就该分的咧。不是，你这台的话，我头前有浪费，你这个不行。以后这 QQ 的应该是古车头的，你知道？对。这应该是爱水落去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伊可能浪掉。咱改新车，新车喽，讲念的哦。无啦，我咧想讲这台车到底有整理的价值无？另外一只弄到车来啊。哦，有嘞。啊，而且重点你来看下，因为你看伊咧胖无同啊。你看伊这边，伊这边个胖安尼，遮大有无？啊，你看伊个啦。啊，你是有啥物啦？车头安尼嘛，弄掉了又怪。安尼横移才变开，啊才变白了，对吧？啊，就接管的，变零钱的咩？这若要开台，甲旧做甲炸，开台大表放下去唔知。啊，改一个啊 M 三入的，改做土耳其啦，啊不，土耳其啦。哦，也会知啊。就是吼，你看会出来，你甲看，你看这古色的螺丝都空了无准了，你看。它孔位应该是有位移的，它原本应该锁在过去。欸，这个外表尔呢，还佫内装呢。车卡开是无声，方向仪啊，微微安尼。啊，你无搞去算看卖啊？哪要整理啊？需要开偌济？这个台币都啊较济哦，比起你刚才去较济。我怕边个你恐怕太济哦。对，这些路啊，广告。防盗。哇 ，MC 的真正袂开咧。就袂开啊，要用力哦，真的。对。O A 啦。袂开啦，要。你乃是要也是要三长两短，用力撸，对，加开遮啊啦，这个爱开遮啊啦，无疑就是个好处啦，是啊，咱环保也免处理的，那无疑的咧啊，你这是喷漆的，你讲这，你这是我们喷的是回雾原厂，它是把它喷成亮面的，亮面，哇，金细细啊，我感觉怪怪的，是我问啊怪怪啊，我本来是讲包的，我讲那不是，我讲那喷的，哎中，中传这样。嗰是包卡缝嘅，有啊，就是买啲就拢卡缝，买啲拢乌嘅，系啊，有啊，等我统一一下，有啊，啊，好，好吧，来一起看我咩开，后边不安弄啊，大家看杰西，他那共存两机啊，一机都无，啊，一机都无啊，啊，伊无防盗，啊，另外全部螺丝拢无去啊，但是一机都无。纯正机，即款质量甲纯正拖车狗啊嘛，机种会无伊，叫新袂到。机了，好啊，啊，根据看完啊，哈，土耳其来 ，M 三 look， 阿妹讲，系无？我做安全压五 ，M 三皮龙啊，上翘了。哎呀 ，M 三皮龙啊，我撑不下去了。哈哈哈！哈，不在乎哦。这我无看完，我不会一半。哈哈哈！这叫一样没？这叫一样没？我会一半。有啊。是啊。这，搞不好来用后开三妹妹。一定啊！你都没开手牌车啊？手牌车啊？哎呦，买来后开三，不会，哪里开的？你都不来啊？照你的希望下去丢。搞不好我这个计划你蛮好乱，那当谁讲？因为你老怪这边亏的嘛。照你的计划在用。有啊。你别回忆，别搞大机了嘛，做大机了嘛，别。做大机。做大机了，我见你别阿里嘛，我见。在比赛。啊，更得一条啊，你啊，啊，是吧？好了，再来讨论一下，看怎么弄吧。结束。I feel like Mike Jordan. Give me the rock and I'm scoring. Ayy, came from the bottom, that's foreign. I swear that I'm up for the sun in the morning. Oof, ayy, I gotta flex. I need a Nike bag, give me the check. I need the money and power, respect. But I promise I'm repping the O to the dead. Ayy, oof, I told them out of my way. I don't got nothing to say. Now they can't run.